我现在在那个美术馆的一馆，它的艺术露台。看看以前的东西多美啊！这里有一棵大树，你看这边的老房子。因为我们没办法拍这么广，我用录给大家看。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艺术感。这里的日式老房子结合了现代的美术馆，走的是不是？那附近没有？有啊，我们刚才来那个地方就有公车啊。没有。只要有车，有时间。这里的空，很喜欢这里的空间，美术馆。美术馆二馆是走不到当代的路线。而且它这边的英文字区域用的字体我很喜欢，这个设计的字体很好看， Design Letters。我们今天来吃这个很有名的海产粥，你看这个料，满满的，超多的。是那个铁花穿的贴纸，一纸，有点像什么团。我现在来试试看这个鱼面。第一次吃它鱼面，是鱼做的。先给你们看这个叶子，呼，超美的，美。我第一次吃到要鱼条做的面，很有嚼劲。嗯，还有鱼侧汤。这么小煎饼。哎，老师，那我们下一批好了。只能到五个人的 ，so cool， 嗯 ，cool，observability， 电梯上楼，电梯上楼，我们有车长。Welcome to 101 observability， 怎么样？哎呦，我没什么了。